我很怕，我没有看到我的检测结果，只有你们帮我找，你们找很快呀、啊，谢谢你们，你们辛苦了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一名男子日前见路旁有一辆未上锁的脚踏车，眼见四下无人，自然就起了歹念，将该脚踏车窃走，甚至还为该脚踏车变装，利用黄色的胶带将整台黑色脚踏车做缠绕，意图躲避追击。那所幸本所警方细心，及时发现并且扔赃俱获。